剩下的开始看见看着看到张开嘴那是第一个傻瓜剩下的心里现在想着想要快上学可不可以啊妈妈一定要让我老师同学去书包书本还比跳手帕我现在找不到你所有的情话第二个傻瓜当然告诉他别怕别怕爱情和青春会在未来等着他所有的故事都接着寒假和暑假篮球漫画和吉他